这个会超过，相信自己。Hello， 大家好，我是郭幸淳，跟我一起接受 L 的猜重量大挑战吧，看看我的手感准不准。I'm ready for challenge。这真的是蛮多人问说它多重，加盒子的话，我觉得猜应该有一公斤一点，一公斤到两公斤。喂，快快查！哎，查！这样子应该就……那有了一公斤完整的，好吧？第一个关键数字是1410克。这个数字你有没有觉得很熟悉？准备想要打破的世界纪录吧，对不对？对。好，那我先放上去。放上去不能拿起来。好。OK。那我可以拿这杯子放这边，然后水这样倒，然后倒到它。你要用手感。OK OK， 这个对不对？这大概两三百而已吧。这个你看，对不对？对不对？那就这一个就好了，是不是？这一个就够了吧？我觉得应该差不多吧。你看，很准嘞，好不好？专业专业。OK， 就是教练骂人的话嘛，对，他只要一骂人我就脸超臭。但是后来就慢慢的就会比较能够适应这样，但是他现在 也比较长大一点，教练比较长大。对，其实大家互相成长，谢谢教练长大。对对对。第二个关键怎么样，是236克。236克哦，总和总和，这次奥运的总和236，对不对？我看一下小鹿，小鹿太轻了。那来一个莫扎特好了，来一个莫扎特。那也太轻了，我要直接。哦，大小好像比较重。哎，没有呢，它比较重，我觉得我要它。你看，哦，差一点点。我觉得再一个大小应该就差不多。我看一下。刚刚是一点，没有，大熊应该还太轻，我觉得再一个他，哎、欸，等等，我要顺序要对，先放一个他，哎、欸，哦，等下还没，听着，要听着，应该是他吧，成功吗？等一下，这个会超过这个，哦，太强了，太强了，为我自己鼓掌。因为那个小象耳环是一个很好的姐姐送的，一种陪伴的那种支持的力量。对，只是因为这次疫情的关系，所以只有戴那个。对，要不然其实我有一个，就是类似这样的小盒子，然后都是放那个耳环，然后戒指。嘿，就是我的体重，我觉得它会超过哎、欸。嗯，它好像有点轻，那我可以试试看。那前面一点，你看，我看看，那哥吉拉大战，肌肉人，超级熊，不是熊大了，是这种哆啦 A 梦，哇，还有一段比较重，我看一下哦、喔，水的话是要先倒好，然后才能放，这样子太难了吧？我觉得不用太多，因为我觉得杯子的重量就是已经有了，好不好？好啦，应该这样也差不多，好吧？别玩哟，刚刚那么难的，我来看。我先喝掉。相信自己。哦。再加一个应该就差不多了，没关系。有没有？一开始的时候会，但是其实随着经验的，就是你就会比较了解自己，可能比如像我们是连那种身上衣服就是都知道一件是大概是多少克这样，对，所以我们可能就是站上去然后大概扣一扣就会知道大概多少，对，就是精准到这样，对，今天有感谢啊，当然是非常感谢大家就是一直以来的支持跟鼓励，然后我觉得就是有你们的就是关注，
然后我觉得对我们选手来说都是非常大的一个助力，然后也希望在接下来的日子，不管任何项目任何比赛，都希望大家可以持续的支持我们哦。任何重量都逃不过我的手掌，好吧，今天挑战大成功，你也想来试试看吗？想看更多关于我的专访，请追踪 L 台湾